吃这个蒜菜的时候，看那个灯塔。そして僕らは看那个温泉，やってきた。感想，每个礼拜都来。厉害，Yeah。大家好像每个礼拜有点难。没有，我没有开玩笑的啦，应该不会每个礼拜，但是两三个礼拜我觉得来一次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对啊，因为这边离台北蛮近的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其实算方便，我觉得舒服哦。不知道讲什么。我觉得冬天真的要来泡一下汤，台湾的温泉的。对于我这个香港人来讲呢，能够在台湾泡温泉，我觉得很幸福。而且，在我的角度，我会认为台湾泡温泉是一个非常便宜的娱乐活动。对，200块就可以跟朋友就在那边，对，又舒服，在那边又开心。很棒，很赞，坦诚相见。每次回去日本的时候，我跟我妈一起去兜风，然后顺便在 local 的温泉泡汤，所以我觉得在台湾也可以泡汤真的很棒，而且这边离市区没有很远，重点是我很幸福有这些当地认识的朋友们可以一起分享愉快的时间。金沙系列的东西，金沙。哦，今天要帮阿Ben庆祝驾照跟新戏角色。挺用挺用，多吃一点。我也很喜欢吃热炒店的炒面，对不对？那个提卤味，他们在家也炒不出来。哦，超开心的啦，好香。对啊，是金沙虾球，它是用咸蛋黄包着去炸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也派，这个也派。YouTuber 就是要边吃镜头先吃。哦，好。我们都很久没见了。他在瘦20公斤，20。